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公园，我是 Coco。 武侠片里的易容术总是出神入化，只要把一张易容面具贴在脸上，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但现在科技日益发达，以假乱真的人脸面具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。最近啊，还出现了一种 3D 面部相机，拍拍照打印一下，当场就能拿到和真人一模一样的人脸面具。这种相机名叫 Face Camera， 由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 Bella3D 研制。它的外形很低调，上面装有三个高清前置摄像头，外接环形补光灯。它使用起来很简单，通过 USB 接口直接与手机相连，打开配套的 APP， 只需要听它的指示，保持微笑，别闭眼，将它从各个角度拍下你的脸，立刻就能生成你的 3D 面部照片。这是怎么办到的呢？原来啊，除了摄像头，相机里面还有玄机。它配备了红外传感器来捕捉你的立体轮廓，内置的色彩传感器能根据你的肤色选色，最牛的是红外激光投影仪，它能精确地扫描你的脸部，不放过一个毛孔一根睫毛。抓取完数据后， 3D 打印机就能打印出一张逼真的人脸面具，上面的毛孔、血管甚至是皱纹都和自己的一模一样。虽然功能如此强大，这款相机并没有贵得离谱，官网单价是49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3126元，但目前只能用于限定的几款安卓设备。有了这款神器，以后眼见的也不一定为实了。小伙伴们，就问你们怕不怕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本视频元素源自 Face Camera， 由科技公园剪辑配音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